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是每个女孩的梦想。小美我就告诉大家一个养成好头发的秘诀，就是它，德国洛黛式香水。如果你和小美我一样是非常喜欢对头发进行染烫的美眉，那么可以选择这三款：香奈儿、兰蔻以及阿玛尼香型。这三个顺滑、加修复、加光泽，使用效果更好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或者洗好头发，头发吹至八分干左右，可以使用我们的产品。我们根据发量滴一些精油在手心，然后将精油在手上搓匀，从发中到发尾均匀涂抹。全部涂抹完后，我们的产品可以重整毛发内部结构，抚平毛躁发质，修复染烫后头发毛鳞片，让头发恢复健康亮泽。